真的幸福，把手心翻转，不要让地球翻转，把手心翻转，全世界都变成太阳。我们今天啊，在这个饭店是非常厉害的饭店，全国最知名的亲子度假饭店。没错，这边哦，针对的就是像家庭，有没有？家庭跟情侣有针对家庭活动啊？什么啦？有一些互动的活动在这里，可以就让大家来做。今天我那么热吗？需要穿那么少？因为主要是亲子，我们想要让小朋友看到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。哦，对，你看这个背，深水炸。跟大家再强调一下，这个饭店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亲子在这边有一个互动的体验，非常好。就是我们可以这样手做自己做蛋糕哦。哎，你们好意思讲说这个做蛋糕？我跟你讲啊，做蛋糕哦，一个师傅的好坏，他帽子的高度就知道。哎，你在讲？你刚才只是插到地下室二楼，你还敢讲？不是啊，你们那个蛋糕哦，这上面要抹匀，好不好？有没有看到抹匀？哎，超美。哦。这个感觉让自己精心在做，而且这就是太做作。好啦，不要再废话啦，赶快进行 PK 赛吧！今天赢的队伍可以住高级套房，输的啊只要接受疯狂派对惩罚。第一关裙摆摇摇，各派一位队员两两 PK， 穿着草裙并甩掉上面的夹子，累计花费时间较少的队伍即可获胜。看完我们的战力，有时候我们下半身的灵活度是可以用上半身来带动的。哎呦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你看到这个下半身没有？整个上半身没有水肿，他就走下半身而已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上面很下盘很稳。好，我们第一棒就派出小甜甜。好，来呀来呀来，派出赵云。哎呦，赵云对抗小甜甜，两棒就位。看到没？我们的不动如山。气势这么弱，小甜甜，小甜甜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整个站在旁边了，我气势就矮一截了。我跟你讲，你是要变成女神了？你出道到现在，第一次人家还没说话，就用上半身在呛你了，你要不要有点表示？我建议你还是不要表示。他这个是真的有点夸张。我觉得赵云如果放在那个夹在上半身，秒杀。从以前甜甜都跟我同队哦。今天我头一次看他，就是说压根不提平的事情，而且包得紧紧紧。以前都还跟我呛说，哎，为什么我都不穿比基尼，为什么现在不穿？现在给你机会穿，你却不穿。不是这样啊，可能他外表从小吃的比较好。没关系，这个才第一关卡而已，后面还有表现的机会。准备好了没？看秒数哦，看秒数哦。准备好了，吹哨开始比赛，预备。Thank you.
3分钟。好，接下来看第二棒的表现。第二棒，安乔对上宝弟，但是我不看好我们自己这一棒。不是，欸，他刚过去就吓得要那个。你平常没有坐船的经验哈？谁没事坐船？你知道这一关现在目前谁最有战力吗？谁？这两个救生员。好有战力哦！刚才你是这个样子。准备好了没？好了，好了。停手了，预备。往下，往下，往下。你跳完了，没关系，你跳完了没关系。安乔，加油！全场。我跟你讲，我闭着眼睛跟你玩。好，没错。可是你张着眼睛跟闭着差不多。因为一只张着跟我们玩，一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跟我们玩。OK 啊。好，你说的哦，来。第三棒就位。来，除非我秒杀。对，要不然现在两队的这个时间的累计你是多少？4分51秒，我是1分56秒。还好啊，还好，差不多。我们两个玩，然后你一个人才玩一棒。对啊，你们感觉好像就是女生真的太不会。但是我跟你讲，郭彦甫，你体育系的这一招很强。我很 OK 的。你先不要说大话。我们不想要听你们两兄弟哦，每一个人来上这个节目，然后全部都把这个脚抛下来。对啊，我脚受伤。哎，你看，我真的受伤，我真的受伤。不管，还是要有这个运动家精神哦。对，好，继续。你两位准备好了没？我们准备。的方式将两位女队员运送到指定位置，花费时间较少的队伍即为扩散。黑妈奶奶祝我们好运吧！但是我跟你讲，我抱着好那个头过身穿过的，今天我们这两个我抱得过去，如果秒数还能够打败你们的话，我跟你讲，接下来我们就没有玩。哎，你不能这样讲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这个看起来胖，他其实是虚胖。我们这一包我们要开心，因为他刚才说头破身就破，但是他们一个头两个大。哎呀，这个镜头。
就对了。脚真的
失误三次或不慎落水，即为失败。小甜甜对抗赵云，这两个算是死对头了。怎么说是死对头？对不对？穿在圈内有点重。对，有点重。你看他录影到现在，他们两个没有正眼对抗过。哎呦，煞气腾腾，煞气腾腾。来了，小赖老师准备了，请出题。你那个你的脚应该要稍微微弯，它才会稳。好了，我跟你讲，既然这么会讲哦，燕子示范给你们看。好好。没啊，可以啊。我们派出哦。我跟你讲，我会过了。我们派出宝弟跟燕子。哎呦，不是你们两个是对。但是他的那个尖叫分贝不能太大声了。你不要管我们，我会听不到那个小赖的声音。这是我们的战术，好不好？我尽量克制，尽量。来，加油。加油。好，第二棒就位。接下来第二棒派出的就是站在浮板上都会尖叫的宝弟。哎，我们这边很强哦，就是总是不是总是无病呻吟的两兄弟。什么无病呻吟？对，脚踝。哎，我们都是几根染的，我脚真的在痛。好，哎，那说真的，你出道到现在，跳舞队来讲难不难？只要有时间练，我都觉得我都可以过得了。那你要不要现在先练？对，先练好了啦。我们要发楼他。准备好，赵云就负责，不，保证。你没有在那边赵云，那边你看你有多夸张。现在录影你还在那边赵云。他们两个是不是看起来很像？哪里很像？哪里很像？都是异性。那你为什么？你来转过去看一看，像不像？你转过去看。你不像。两棒就位，保定就负责尖叫，干扰他，好不好？铁头功重出江湖，赶快转台才舒服。
我是铁头功，各派一位队员踩三阵两胜制，用头将对方顶落浮板即可获胜。我们这一队哦，什么没有，我们的头最硬。好，身为一个头脆硬的男人，就不怕你们派出头脆。我跟你讲，不要怕他，不要怕他。为什么头硬没有关系？我们不要跟他比头硬。是不是？我是觉得很难过，一个男生对镜头说，我就是全身头最硬的。那是谁？我跟你说，我们第一棒我们就先拍小甜甜。我跟你说，他可以硬碰硬，我们不要跟他硬碰硬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好，我可以，但是我要有一个要求。你可以，你也没有问过我可不可以。我有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甜甜要换高领。我不要啊。第一棒你们两个，这关特别哦，三战两胜制，谁先取得两胜，谁就是最后的胜利。当然了，不然 OK 哈，可以啊，好不好？来，你好呛。好好好
然后宝弟不是哦，人家一撞上来就是啊，所以一整天录下来的时候，其实我认输了。其实一整天录下来的时候，我就已经不是这么看好这一棒。他居然问我说：“我要赢吗？”好，没关系，算成1-1。第三棒就是关键性的一棒，那一定的。第三棒我来派出我们的长棒，好不好？你们也剩下那一棒，你们的魔王啊，派出我们赵云。哦，队长亲自 PK， 比赛开始。气球。
颗数较多的队伍获胜，取得两分。哎，你们先啦，你们先啦，你们先，开始，开始来，剪刀石头布。哎，你们先，赢的先，你们，哎，你们先啦，好，我先，你想不想赢？我想赢啊。那我就是跟你。来，一上一准备，准备，开刀！干嘛？在干嘛？不干！
采三战两胜制，队友合力前往敌队所在地，并让敌队全输落水的队伍即可获胜。第一 round， 预备。生死与共，在惩罚之前哦，我们赋予宝弟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。宝弟送我们了，不是这个送宝弟，因为宝弟算是我跟你讲，宝弟算是少有跟我同一队，然后同一天下的，我还没有发现他的专长是什么。你赋予的责任，我跟你讲，你赋予的责任就是说，我会这个，用这个泡沫，好，甩在他们脸上，甩到他爸他都认不出来，这一个关卡你就。请问甩的时候，这个盘子要粘在上面吗？还是随便你？你不要问那么多。可以示范给你看。不要！那是他小赖。而且这个是那个奶油可以吃的。屁呀！是刮胡泡，你以为是？刮胡泡啊！你以为我没擦过胡子？你以为我们眼睛瞎了？这个可以试看。好吃啊，吃啊！哟，怎么自己？那好用哎！你看，不好意思。老派艺人，真的。看到没有，三十秒，你可以看哦。
今一番寒彻骨，怎么闻得到梅花的香啊？我这一切是靠我自己努力而来的。但是燕府你不用担心啊，我相信哦，这个房间也不会太大了，不可能有客厅的啦。哎呦，喂，有客厅哎，怎么这么刚好？但是不用担心，巧遇客厅，但我不相信哦，这个房子再怎么样都不可能有更衣室啦。所谓的更衣室什么？就是 walking closet， 怎么可能会有？哎呦，哎，这该不会就是 walking closet 吧？哎呦，我一个人住什么家庭房这么大，我一个人会感到很空虚哎。你看，这床两个大床随便我躺，我躺在这里是不是显得非常渺小呢？哦，太舒服了，好不好？燕府，所以嘛，比赛还是要靠自己努力，好好认真加油，将来迟早有一天，这样的待遇是属于你的。但是如果有我在的那一天，我想，我会帮你问一下有没有折扣，你自己自费喽。Good night。哦。本节目由别吻我冠名赞助播出。水上运动会意外频传，爆笑连连。好强啊！在路北吗？在哪里？不要！好热！好热！